录完了一个节目，然后现在要继续我们的下一站，也是我们下面的另外一个节目，圆满结束我们的又短又甜的长沙之旅。就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厦门，对，厦门呢，我背着我的吉他，哦，很重哎。你们可能觉得说我背这个吉他是因为我到时候要演出的时候用吗？对或错，让你们猜一下。要登机了， OK， 拜拜。我现在在东京的成田机场，老大我来了，厦门我来了， Hour Two 我们来了。我在温州正出发去厦门 ，So Power Two， 我们来啦！你先出发，陶喆，我们来啦！辛苦你们啦！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你们也好好休息啊！我们从昆明出发啦！我从广州来到厦门，周六我们厦门见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厦门站，我来了。老大，我来了。现在已经12:13了耶。因为我们是从长沙过来的，是一个非常短，在长沙待了一个晚上而已，然后24小时都没有到，我们就已经到了厦门。先跟你们说晚安 ，Good night， 希望你们都一切很好。
厦门的朋友你们好吗？差不多4年前吧，2020年的时候，我在厦门写了一首圣诞之吻，不管是去买票抢票，然后坐飞机坐高铁，你们的辛苦都放在我的心里。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在舞台上面会用 Soul Power 感动你们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去坦白，我不该只为你看。音乐不能只是好听，不能只是娱乐，它必须要有力量，它必须要有醒思。希望这首歌能给我们所有的人醒思，谢谢。Come on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，爱情盛开的世界，有坐着70后的、80后的、90后的、00后的，这一切真的都是因为你们，才可以让我今天站在这里。爱你，可爱，够醉呢。我说你妹妹，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。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Oh, come on, we did it， 我们做到了。世界巡回就是表示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地方我们都要去，他们真的太棒了。 Fergus 他们棒不棒？很棒。哇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哇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哇啦啦啦，听入我的心，一场演唱会就应该就是 live， 它也就是 life， 就是生命，你必须要去面对它。你们有 soul power， 我知道你们有。